我现在马上去赶场，赶到去那个唱狮子，狮子，狮子，狮子。这次的话，想把编曲还有各方面做的不一样一点点。那今天我的那个耳返出了点小问题，所以临时换了一个。压力还挺大的，就很害怕自己诠释的不够好。我也不是特别专业的，然后出现了一点忘动作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欢迎于斌、宋继阳、郑凡星、曹玉成、季礼、李博文，大家加特别舞台。反正我觉得我第一天情绪波动挺大的，觉得自己跳舞没跳好，然后在舞台上紧张了。经历了昨天之后，也吸取了很多经验，其实今天晚上演出应该会昨天好。兰陵街市，金光瑶。我觉得任何的一切都是需要有仪式感的，我们很隆重的开始，然后我们也给他最好的告别。